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你们见面了。我是 Skyhook Mobile Legends 的主策划，到现在6年多了，对。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英雄设计师，我第一个设计的英雄是米娅，他也是 ML 的第一个英雄，对。到现在大概总共制作了56个英雄吧，比如周、林、罗杰。我自己平时有时间也非常喜欢打一把 ML。然后虽然可能玩的不是特别好，希望大家以后在排位中看到我可以手下留情。身为一个游戏设计师啊，为玩家提供高品质好玩的游戏内容，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了。那提升画面品质和如何保证游戏的流畅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办法运行，那再好的画面其实也变得没有意义。我经常在每次版本更新后去看大家的留言，除了收获很多玩家的赞美，让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抱怨新版本让自己的手机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流畅了。每次看到这里，我的确感觉到有点失落，因为每个陪伴 ML 一路走来的玩家，在我们看来都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当然不希望在追求品质的路上跟他们渐行渐远。那做一款所有人都能玩的 MOBA 是我们最初也最坚定的愿望。经过了无数的讨论和思考后，去年我们启动了一个计划，通过给每一台设备匹配最合理的资源，让每一位 Mobile Legends 的玩家都能够基于自己的手机享受到最好的游戏体验，从而彻底解除手机性能对品质提升的桎梏。这个想法看起来很酷，对吧？但是实行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对于 Mobile Legends 这个已经上线5年的项目。在这里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工程师和美术团队，在得知我们的想法后坚定的支持我们，即使这个计划会为他们带来成倍的工作量。这个计划的推进意味着同样的一个角色模型师要按照不同的标准制作多份，那同样的代码工程师也要制作多套方案来应对不同的机型。但是我们一致相信这个计划会给 Mobile Legends 带来更好的未来，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那确定了方向之后，我们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我们从全球各地购置了上千部不同型号的手机，来确认不同的手机的性能差异和承载方式。美术同学们一边研究更好的美术效果，一边和工程师讨论如何在不同的手机上进行落地。这是一项长期的投入巨大的工程，可能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团队都需要一直坚持做下去。那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不辜负大家对 Mobile Legends 的热爱。作为拥有数亿活跃用户的游戏，维护一个健康积极的游戏环境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比如最近推出的信誉积分系统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当然作为一款公平至上的竞技游戏，对于外挂、刷分、代练等行为我们是绝不姑息的，一旦发现立刻处理。这次版本更新呢，我们对街区排行这个系统做出了一系列优化，来遏制恶意刷分的行为。再次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创建一个更加友好健康的游戏环境。那在最后也祝大家能够享受每一局游戏，再见。